今天主题是肉身菩萨传奇啊，因为啊，佛光山的这个创办人星云法师啊，他在2月5号下午啊过世了哈，享其寿97岁哈。老实讲，97岁是很长寿。好，那么啊，四方呢就遵照啊星云法师的交代，采佛教徒里面啊最自在的坐缸方式，然后在隔天啊举行增生封龛典礼。好，那现在到这个13号，那么有接受信众的追思，然后之后就会举行赞颂法会，之后增生会被送到台南的大仙寺进行涂皮。老实讲这个坐缸方式原籍啦，或者增生的封龛啦，或者是进行涂皮，这些对我们来讲都不是很了解，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校长，这是什么意思？以照佛教来讲的话，封龛它是，其实我们在这里用的它应该是个动词，它不是个名词这样。因为龛是一种所谓的置放像神像、神明，甚至包括有没有，就它是一种橱柜。自古以来是一种木质的一个橱柜这样子哦。那这个所谓的封龛的话，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就是把这个就是像这位大师的这个大体啊，他的一个法体，然后就把它摆在这里面去，这样就暂时就是把它放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讲坐缸坐化，坐缸坐化是同一个词哦。那坐缸坐化是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出家众，他本身来讲，他希望他圆寂之后他能够用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仪式，他有一个仪式，因为这个仪式当然就是说，因为跟着他之前的一些修行啊，大概多年的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修法，好护法了这样子的一个崇敬的一个观念了，是主要是这个样子了。那过去的时候，那个出家众的时候，他们那个就是在作画的时候用的是陶缸，因为古代的时候没有什么现在什么瓷缸那么漂亮啊，这样子就是一个就是讲难听就是个水缸了，这样子种种方式，然后方式的话就是把这个就是这个大体呢，就是把它弄成像一个坐姿的一个模式，然后这样把它给置放在那个缸里面，然后上面再封。再封起来，这样，因为以前没有所谓的火葬，也就土葬，然后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关键老师，是，所以这个就是龛吗？那个封龛的龛吗？可以这么讲，但是它这个外形是由我们讲知道说这个高僧大德他们就是要以坐缸方式的话，他们一定要先封缸。对。那刚刚像孝成哥讲的，这个是什么？算是一个封缸的一个外形的仪式。那个就是，所以坐缸坐在这里面嘛，是但是封缸一定是这个顶要整个封起来，就等于封缸，确认它是封存在里面，把它的法体封存在里面。那刚刚孝成哥讲的龛，就是我们另外要再跟他膜拜的一个，好一个小小的这样子的龛，好像就是一个小小的箱子的这样子的新龛的艺术。对，那所以星云大师是坐在里面吗？所谓的坐。坐缸就是坐在里面吗？就是坐缸在里面就以坐的姿势，好，然后这样子平稳的、稳稳的这样坐着，叫坐缸。可是我们人已经圆寂了、往生了，他还能坐着吗？这个就变成说，他之前在圆寂之前，他会交代他的弟子，那弟子可能就要把一些流程，给做好一些配备。对，譬如在缸里面呢，他可能要事先以科学角度，他可能要先放一些所谓的这个石灰，或是我们一般知道的这个木炭，好，因为缸这个法体一缸一坐下去，它里面可能要有一些去除这个湿气，好，也会让这些湿水可能。跟这个空气减少，好，不要让它有这些湿水的产生。所以他事先一定要把这一些的一个姿势啦，或是准备的部分，他这些弟子要先帮他一一的，像 SOP 流程要先给他布置好。对。那因为后来这个到2月13号就要增生送到台南的大仙寺进行涂皮，涂皮就是火化嘛，火葬。那既然需要火化，为什么需要先坐缸在这里面？一般来讲，我们会认为说他是高僧大德，他已经有功德圆满。在他这一生的这么大半辈子里面，他不管是度他的所有的众生啊，给予这些智慧啊，或是他身上有一些所谓的一个力量。我们统称说他自己有满满的愿力。那个坐缸就好像一个他圆寂之后给他一个很圆满、很庄严的一个仪式。对，因为一般的人会入这个棺木嘛，是躺着，这是一般的人。是，但是他这样的一个就庄严的法相，就是在
代表说这样的高深大德，我们也对他的一个尊庄严的一个追随，好，让这个后世的这些众生可以得以继续对他的一个感念。了解。那孝成，你刚刚补充什么？那个像都要做缸的时候，通常是这样子，因为如果说像这一位这个出家众他过世之后，其实他的那个筋骨是软的，那时候还可以稍微再调整。哦，他可以调整。那有人会问个问题说，如果他用坐姿这个方式，有没有那么多天来？像刚才这讲的没有错，他二月五号去世，对，到二月十三等同大概有七八天，对，那他要火化要怎么火化？那个他们这种就是相关的一些这种葬仪社的一些人员，他们一样就是即使你的筋骨就是已经硬僵化了，他还是有办法那个关节还是慢慢的揉，可以把它揉回去。哦，那我不晓得他的方式是什么，是用坐缸的模式去火化，还是说是平躺？为什么这样来讲？因为我过去的时候在柬埔寨的时候看过那个就出家人哦，他在那个火化的时候，因为他已经往生了，他们是把他整个用一个所谓的像坐姿的一个模式哈，对，然后因为在那个柬埔寨的话，他寺庙里面有专门是那个就是我们烧大体的这个一个这样的炉，这个炉的话很高这样子，然后他那个铁门很高，他也是用坐姿的模式，用铁盘把它给送进去里面把它给烧掉，但是一定是用什么？他们用的是柴火。或者是像我们这样子，就是好像什么就是一般的像葬仪社，我们一般殡仪馆火葬场的时候，都不是用一些什么，应该是用瓦斯这样子来烧。对，一般来讲会是用水的木材。好，这个其实星云大师啊，他并不讳言自己的生死啊、那么他说他其实也不在乎啊、他在85岁的时候立下遗嘱，他说对于人生的最后。我没有舍利子，各种繁文缛节一概全免，只要写上简单几个字，或者是有心对我怀念的人，都可以唱诵人间因缘的佛曲啊、哦，这样子。我没有舍利子，而且一切从简。我老实讲，我觉得这个也不容易。这个不想惊动大家哈、哦。不过我想这个请教陈老师，舍利子是什么东西啊？好，那首先来讲一下舍利哈、那舍利是印度梵语的音译，那在印度是泛指说身上所有的遗体，包括头发、骨骼、骨灰等等的哈、那所以呢，在那个如果因为印度人他们习惯火化，那因此呢，火化之前叫舍利，火化之后留下来的结晶体就叫做舍利子。那这种舍利子因为比较坚固，也称为坚固子。所以我们如果要简单做个区隔，就是火化之前的遗体叫舍利，火化之后的结晶体叫舍利子。那现在一般医学在解释说这种舍利子的存在，都说是那个人身上的结石。为什么呢？因为他说那个佛教徒他们长期茹素，那长期吃素，那吃下许多的纤维质跟矿物质，那这些纤维质、矿物质被人体吸收之后，很容易产生碳酸盐跟磷酸盐，而这些碳酸盐跟磷酸盐在经过高温火烧之后，就容易结成这种结晶体，所以他们会认为啊，那不过就是结石啦。可是呢，哈，这样的说法很难让人信服。为什么呢？我们光讲说那些高僧大德，如果他长期吃素，身上满满结石，哦，那一定病痛缠身。对。可是你看到很多的高僧大德，他在圆寂之前呢、身体健康。精神抖擞，甚至有些照了 X 光，身上完全一颗结石也没有，哎，他有在运动啊，那你这样子可以烧出一堆结石，这也不是很奇怪吗？对不对？所以其实啊，好，那个说这些结石就是舍利子，其实不太让人家能够信服。那其实印度早期对这些舍利子也不太重视，是一直到释迦牟尼佛圆寂之后才重视。那为什么会重视呢？主要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在圆寂的时候跟弟子说，那我圆寂之后你们就把我拿去涂皮，就是火化，火化之后烧出来的舍利子就找个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建塔供奉，那希望就是说让大家看了之后心生那个崇敬，能够求道向佛这样子。那所以后来他的弟子就遵照他的遗愿，将佛陀火化之后烧出多少这个舍利子呢？烧出一担六斗。一担六斗，对，16斗这么多。那身上这么满满结石，哇，那如果说那叫结石的话，我跟你讲，佛陀一定痛死了。对、那可是呢，他身上烧出，那修行，对，那是修行的结果。所以他不仅有佛骨、佛指，还有那个
佛舍利，就是那个珠状的佛舍利。然后光那个佛舍利就有84000颗。哇，那为什么不叫活化就好，要叫荼毗？因为荼毗啊，也是从那个印度那边翻译过来，他们的当地的意思就是火化，就是火葬的意思。了解，对对对。新闻哇哇有 YouTube 频道喽，请大家搜寻新闻哇哇哇，或者扫描 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开启小铃铛，请大家继续分享。